年期间每一餐都很丰盛哦，大家会觉得亲友聚在一起，一不小心就吃多了。而对于年菜各项营养的摄取呢，除了不要过量之外，对于家中有慢性疾病的长辈也特别要注意了。台东马偕医院营养师就针对长辈的年菜营养摄取提出了建议，希望在过年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，过好年。过年期间与家人团聚，丰盛的年菜准备上桌，好好的大大美食在所难免。而对于营养摄取的控制，不仅是年轻族群想要维持体态才做好管理，对于家中患有慢性病的长者也需要更加注意。根据国健署的调查资料显示，台湾有80%左右的长者患有慢性病，其中高血压与糖尿病最为普遍。对于他们的营养摄取，台东马偕医院的营养师也提出了建议。当然首先就是要特别注意长辈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慢性疾病，那不同的慢性疾病我们的饮食的建议会不太一样。如果本身就是单纯的糖尿病，我们用这个我的餐盘的这样子的建议量，既均衡又可以适量，就可以达到好的帮助。那如果血压比较高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些高钠的食材，所以我们有讲到我们希望我们采买的食材都是比较新鲜的，含钠量不要那么高的，那一些腌制的，像这个过年年节刚刚提到的像香肠啊、腊肉这种都比较高盐的食物呢，适量摄取就好了。每餐水果拳头大，然后菜呢比水果多一点，饭跟蔬菜一样多，豆鱼蛋肉一掌心，坚果种子一茶匙，那每天早晚一杯奶。针对年菜的营养摄取，民众们如果有任何疑问，也能到国健署网站查询相关资讯。而平安过好年，除了吃得健康并保持好免疫力之外，年节期间大量人口流动，也容易造成病毒扩散。乡亲们务必比平常更加注意个人卫生，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，才能平安过好年。记者齐伦，台东市报道。